不是拍段子吗？你来电影院干什么？我操！现在小情侣都这样吗？我操！啊？不，干啥呀？牵我手。牵？你手疼啊？那什么小情侣都是？人家是情侣，咱俩是个六啊。不是，哎。哎，你干啥呀？电影开场了。哎，等我。行了吧，你姓张。干嘛？就是我本人。还记仇呢？那人家真情侣才牵手，那咱俩是？那咱俩拍段子的时候，你不也抱着我牵我手吗？你别说，那是拍段子，那能一样吗？那。背档路。你这不也拍对了吗？我。咱俩当拍段子呗。我这是记录生活，我这是能一样吗？你见不见？我是不是？你没有跟其他人讲过这些？不是。